每个人都有拿到，没有拿到的伙伴们就帮个忙给他们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VOC 的这个想法。好，没有拿到的伙伴们可不可以举个手，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你们没有拿到的。来，我们的工作人员注意一下，哪里有拿到的可以帮我准备一下给他们。好，谢谢你们。那这个在准备的时候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做的互动呢，就是我们要转身去后面，前面的人先做顾客，后面的人呢就先做销售员。那么呢，我只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，两个人替换。OK， 所以就是一个人是1分半的时间。所以我们呢，等一下讲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转身进去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拿出那一个诺，然后呢，你就问他几个问题，确定一下他是不是那一个诺子没什么问题啊。然后确定了过后，等到我说 OK， 那你确定了过后你要做什么呢？我说时间到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把你的牌举上来，那你就决定说，哎，他是第一个。然后呢，那一个顾客就做什么？顾客就拿他的纸上来，啊，你对了，我是第一个 ，OK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们是不是很快速的可以知道你们如何去分辨这个顾客的皮肤啊？那在这里学习，因为呢，这一个东西的话呢，可以让你们快速的知道你们如何呢，可以准确的去判断顾客。好，我知道很多伙伴已经很快速的要讨论了，先不要讨论先啦。那你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呢？如果准备好的人可以反身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呢是单数的，最后的部分是单数的。你们先反身找一找两组，再确认一下是不是confirm你们有顾客的。如果后面还是单数的话呢，我要邀请你们站起来，走到隔壁桌。OK， 怎么做呢？